小袁，啊，这么大把鸡下咸菜呢？你是不是出门没戴眼镜啊，查哥？我戴了。查哥，你好好看看，这是菜叶还是茶叶呀？真是茶叶啊，这么多，哪偷的？人家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查哥是茶嘴里说不出好话。这是我上山采的。啊，山上那么陡。我都嫌路走不稳，你怎么走下来的？你还知道你自己路走不稳？说吧，今天来干什么？我这不是路走不稳，就帮你过来晒茶叶。爹，你可别帮我晒茶叶，你连茶叶跟菜叶你分得清吗？刚刚是站得远没看清嘛，现在可以，我来帮你。不，茶叶，这样，你在这坐着。啊？在这坐着，你一动不动，就是最后最大的帮忙。你这话说的，我不动怎么办？这还有茶叶，不就是晒茶叶吗？多简单啊！但这阳光也没有，我今晚还能喝到茶吗？小袁，我帮你把茶叶晒完了。送我茶叶了？啊！你看你就是不信我，你先看我晒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？真是，那你看。这边还有呢。哎，你不觉得这个放大镜通过它的折射，然后让光照射进来，让茶叶晒得更快吗？这是保温灯啊，你看，太阳能和光能。一起发热，这茶叶晒得才快嘛。怎么样，我这办法不错吧？你先别动，我得记下来，申请个吉尼斯世界纪录。看不出来嘛，这么多事情一个人全干完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，什么忙都忙啊，就是跟我在干的嘛。哎呦，你这话说的，一会儿要干什么？一会儿要把那个后卫升级成长。哦，好嘞，那你先休息会儿啊，你先休息。哎，小袁，我帮你把火给升起来了。全能的。哎，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好。我烧的挺大的呀。啊？这不是烧的挺大的吗？我太牛。